周冬雨夸易烊千玺赏心悦目，金马影后的认可有分量。最近易烊千玺和周冬雨两个人合作的电影《少年的你》一直在热映当中，如今票房已经破了11亿。其实一开始要和千玺合作的时候，周冬雨还是有一些忐忑的，没有想到会这么成功。因为当时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，周冬雨27岁，而千玺是18岁，他认为自己大了对方9岁，两个人却要出演同龄人小北和陈念，对周冬雨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心理压力。没有想到电影上映之后，观众们的反馈这么好。而在采访当中，周冬雨谈起了和易烊千玺的合作，对于易烊千玺，他给出了4个字的评价，赏心悦目。周冬雨评价易烊千玺，就是对方不止长得赏心悦目，而且演技也非常的赏心悦目。其实对于前者，我们大家也早就领教过了，毕竟他的颜值很高，但是后面这一句演技非常赏心悦目真的是很有分量了。毕竟周冬雨可是曾经拿过金马影后奖杯的演员。